Hello, friend, this is the Wicked Fish。 最近 AI 相关的新闻真的是一则接着一则出来，完全不给我休息的时间。在昨天23号的晚上， Meta 发表了 Llama 3.1 系列的模型。此次发表的模型包含 8B 参数、70B 参数，以及之前在 Llama 3发表时所曾经提到过的 400B 参数的模型。只不过之前的数字不太精确， Llama 3.1 实际上发布的是 405B 参数的模型，并且整体测试的表现，根据 Meta 官方所公布的资料， Llama 3.1 405B 参数的模型甚至在测试资料集的得分上是略微胜过 GPT-4o 的，它的表现可以说是相当的令人期待。今天我们就来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 Llama 3.1 到底更新了些什么东西，以及现在要如何免费的来使用 Llama 3.1 模型。首先我们先看到模型的 context window 大小，这次 Llama 3.1 的更新总算是将模型的 context window 大小调整到了 128KB tokens， 原本是 8KB tokens， 在使用的时候其实会稍显不足，没办法处理长文的摘要或者是较长的对话，现在这些问题算是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再来是模型架构的部分， Llama 3.1 版本基本上是基于 Llama 3的架构，即便是 405B 参数的模型也一样是使用标准的 decoder only transformer 架构，并没有使用混合专家模型。同时 Llama 3.1 也一样继续使用了 GQA 分组查询注意力这个技术，使模型可以更好的处理长文。搭配上现在扩展到 128KB tokens 的 context window 大小， Llama 3.1 应该会蛮适合来做一些会议或文章摘要的事情。再来就是 Llama 3.1 它的测试表现，根据 Meta 官方所公布的资料， Llama 3.1 405B 的模型与 GPT-4 GPT-4o 还有 Claude 3.5 Sonnet 进行对比，在 GSM 8K ARC Challenge Multilingo MGSM 等这一些测试资料集上，Llama 3.1 405B 的模型能够胜过 GPT-4o 以及 Claude 3.5 Sonnet 这一些目前最强的商业闭源模型，即便在 MMLU、 Human Eval、 Math 等这些测试资料集中的表现不如闭源模型，但基本上得到的分数也已经算是差不多了。再来就要看到参数量较小的另外两个模型，毕竟这些模型才是我们一般人比较能够在自己电脑上跑得动的。Llama 3.1 8B 参数的模型在各项表现得到的分数都优于参数相近的 Gemma 2 9BIT 以及 Mistral 7B Instruct。 Llama 3.1 70B 的表现也算是非常的惊人，不只胜过了同为开源模型的 Mistral 8×22B， 在测试资料集的分数方面也算是完全碾压 GPT 3.5 Turbo。 除了测试资料集之外， Meta 又跟 Llama 3一样对 Llama 3.1 405B 模型的输出与 GPT-4 0125 Preview 以及 Claude 3.5 Sonnet 相对比进行人工评估，而根据 Meta 所提供的这一份图表， Llama 3的表现应该是与 GPT-4 还有 Claude 3.5 Sonnet 相当，但是稍微不如 GPT-4o， 这样的表现基本上可以说是目前的开源语言模型之最。既然 Llama 3.1 405B 的模型这么强，同时它又是开源模型，许多人应该也会想到一个词叫模型真六，或者你要说知识真六。简单来说，这个技术就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让泛化能力较强的大模型将它的输出分布交给参数量较小的模型让它学习，而 Meta 很显然有想到这一点，为了让大家能够使用 Llama 3.1 405B 的模型进行知识真六以及生成合成数据， Meta 更新了 Llama 3.1 的 License。 Llama 3.1 License 的许可条款跟之前类似，只不过它可以允许我们使用模型的输出来改进其他的语言模型，但它当然还是有要求，如果使用 Llama 3.1 系列的模型所生成的数据来训练微调其他模型的话，那训练出来的模型名称开头必须带有 Llama， 并且必须在文件中标注 Build with Llama。 最后要讲的 Llama 3.1 的一项改变，就是 Llama 3.1 这次发布的各个参数量模型的 Instruct 版本，也就是指令微调的版本， Meta 表示这次他们是根据呼叫工具来微调 Llama 3.1 的模型，并引入了一个新的名为 IPython 的角色，用来接收并记录呼叫完工具回传的资料。以上就是 Llama 3.1 各项更新的简单介绍。当然以上讲了这么多，还有一些细节还没有讲完，因为时间关系，所以这边我只挑一些重点跟大家介绍。如果想要了解一些细节，我会将 Meta 官方的文章网址以及 Hugging Face 官方对 Llama 3.1 模型的介绍放在影片下方的资讯栏，有兴趣的大家可以自行过去看看。接下来就来跟大家介绍一下现在如何免费的使用 Llama 3.1 模型。首先这边先来跟大家介绍线上使用的方法，
这边我推荐大家使用的第一个方法是使用 Hugging Face 的 Hugging Chat 服务。在 Hugging Face 的 Hugging Chat 上面，我们可以免费使用到 Llama 3.1 405B 的模型，以及 Llama 3.170B 的模型。想要的话，也可以切换成其他的开源模型，提供你免费使用。同时 ，Hugging Chat 提供了一个算是好用的对话界面，旁边有对话历史记录。在对话框上，我们也可以选择要让模型来调用哪些工具，算是一个相当不错的使用选择。再来第二个要来跟大家介绍的线上使用方法，这是可以使用之前跟大家介绍过的 Grok。Grok 这个平台使用自行研发的 LPU 来进行推理，同时它的注册也非常简单，只需要使用 Google 账号登入即可，不需要手机验证。它的生成速度可以说是非常的快，虽然说它的基本使用界面其实看起来算是颇为阳春，并没有像 Hugging Chat 那样那么适合日常使用，但它本身有支援免费的 API 调用，提供了免费的与 OpenAI 兼容的 API， 让我们可以使用像是 NextChat 这一类第三方的聊天界面。只不过目前可能因为 Llama 3.1 才刚出，很多人都在使用，所以 Grok 有针对 API 呼叫限制每日最多可以处理的 tokens 数量，其余旧的模型像是 Llama 38B、 Llama 370B、 Gemma 29BIT 等，则是仅有限制每日最大的呼叫次数，以及限制每分钟可以使用的 token 数量。最后要来跟大家介绍的就是如何使用自己的电脑来跑 Llama 3.1 的模型。这边我个人跟大家推荐的是使用 LM Studio 这个程式，它提供了方便的模型下载界面以及对话视窗，并且是使用 Llama CPP 来进行模型推理，所以即便是没有独立显卡的装置，只要有足够的记忆体，也一样是可以运行语言模型的。当然，就是速度可能会稍微慢一些。关于 LM Studio， 之前我有拍影片介绍过，有兴趣的观众可以点右上角的资讯卡过去看看。在下载并安装完 LM Studio 后，我们将它打开，就可以直接开始搜寻 Llama 3.1， 这样就可以找到 Llama 3.1 的 GGUF 档。至于下载模型的参数量，我相信大部分人的电脑应该是跑不动 70B 的模型的，所以这边我就选择下载 8B 参数量的模型。在点开模型之后，我们在右侧可以看到有多个不同的档案，这些是模型经过不同程度量化后的不同版本。模型大小越大，基本上就是会越接近原始模型的表现。这边我建议大家可以下载 Q4KM 的版本，它是一个大小与表现算是比较平衡的版本。当然，如果你的电脑硬体规格比较好，想要跑 Q5、Q6、Q8 也一样是可以的。下载完模型，我们进到聊天界面，在上方选择我们刚刚下载的 Llama 3.18B Instruct Q4KM， 等它载入完，我们就可以开始与 Llama 3.1 进行对话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整体来说， Llama 3.1 它的表现算是蛮令人惊讶的，不管是 405B 参数量的超大型模型，它的表现能够跟商业闭源模型竞争的这件事，还是 8B 参数量 Meta 再次反超 Google 的 Gemma 29B，都让 Llama 3.1 这个系列的模型，或是说整个开源语言模型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尤其是 Meta 还允许 Llama 3.1 的模型可以用作知识蒸馏训练其他的模型，想必会让整个开源社区更蓬勃的发展。 OK，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了，如果想每个在影片下方帮我们选 Mark 订阅。 OK， Take it easy。See you guys.